四川的老乡些，看到了给我点个赞哈，我请你来吃我们家的李子，就是这个脱骨的，你看嘛，嘎嘣脆得很。这是90%人没有吃过的，一年只能吃一次，超级甜，甜到你心口深处，给个小爱心一个也是批发价，不信你点。哦哟，做梨子好安逸哟，四川的老乡些，看到了给我点个赞嘛，感谢你们喽，好安逸哟，做梨子你看嘛。哎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怎么样？不中了，不中了！这么好的牛奶木瓜。种出来都没有人来收，来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木瓜呀、啊，口感软糯香甜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给我一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几块钱给大家发一箱。哇，看这一束长得漂亮吗？这咱们今年新上市的西瓜红蜜树，蒸起来烤起来是软糯香甜的口感。这个真的是无核荔枝，我现切一个你们看一下。往年呀、啊。我自己都不舍得吃，因为200多块一斤，今年就不一样了，100多就发满满一大箱。哥姐，来来来，这个就是你们昨天啊下单的西周蜜甜瓜，今天啊已经采摘，给你准备打包发货了。如果还有喜欢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，妹妹啊，就挂在下方小黄车，带走一份尝尝吧。快快点，速度。这什么情况啊，李总？好、哦，这盐城瓜就不一样哈。李总，盐城瓜，就这么好的油条，被一些不好的主播卖到30多、20多一箱，我就问一下，他们的心不痛吗？咱们每一个都是果园现摘现发的，5斤一大箱，才10几块钱，还给你包邮。你好，如果你刷到我这条抖音，虽然咱们不认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好吗？然后祝你。余生快乐，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爱情美好。OK， 5月30号啊，开挂验货啊！操！牛逼哈拉少啊！60个棚，全部拿下！来来来，我打开一个树上熟的贵妃芒果，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芒果呀，皮薄肉厚，纯甜无湿。看到没，果肉啊都是金黄色的，今年呀大丰收，像这种芒果呀在我们产地啊特别的便宜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这么好的贵妃芒，下方小黄车啊9斤一大箱，只要10斤。我敢打赌10个人有9个没有吃过这款李子，这是我们湖北种植的帝王李，又脆又甜，吃上一口，有杏子的香味，有车厘子的口感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的话，帮忙点个小爱心支持一下。来来朋友们，南方的朋友回避一下，北方的朋友看过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芒果啊，大丰收了，像这样的芒果皮薄肉厚还很甜。你们吃的杏子呀，杏仁是苦的，我们家的杏子是甜的，哈，哇，杏仁也是可以直接吃的，酸酸甜甜的，口感特别好。这水蜜桃好甜啊！啊，你家水蜜桃怎么卖啊？外面怎么卖？就这么好的水蜜桃，我在外面咬上一口都要好几块。那么贵？咱们果园啊，很便宜的，像这种品质水蜜桃啊，口感特别好，10几块钱啊，给你发一箱，就放下面小黄车啊。你们还在吃去年10几块钱一斤的脐橙吗？看看，这是我们秭归当地的夏橙熟了，在我们产地非常便宜。如果你们喜欢吃，帮忙点个小爱心，下面小黄车满满一大箱，还给你包邮。听说啊，你们还在外面吃10块钱一盒的菠萝蜜，那真的是太贵了。你永远不知道产地的批发价多少，像这一大个啊，也就几十块钱。想吃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。